好，各位阁员郡守，请尽快就座哈，谢谢。喂喂，各位阁员，请快就座哈。这节课是由我们台南州州长蔡朝鹏蔡州长带来演讲哈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各位，咱台湾民政府未来的公仆，未来行政官员，大家公安，大家好。长临时秘书长讲，叫我今日啊起来甲大家见面，啊，我唔知影要起来创啥，啊，地铺写好啊，临时临要的啦，啊，我啊要起来甲大家见面，啊，讲啥物？啊，行政官员的责任较担当啦，吼，啊，这个是来讲一寡过去，吼，台湾民政府已久啊。战争法，咱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，就是讲，咱过美国过赢了后，咱来准备。咱大家人拢真知影，九月份美国最高等啊检察署的副检察长，以及着咱的原告律师要来检查咱，迄个是咱准备要执政前，会要来检查。啊，咱这份。所有的台湾民政府，你所派任的人，你就是等于准阁员、参政议员、内阁、厅长，甚至局长、副州长、郡守，这个是咱用行政。啊，那么经过考试，本来啊是无考试，是战争法内面一句占领主权。伊来伫只找到当地的住民筛选、培养、检查、检验，安尼来担任公务人员了后，接政权。接政权了后，你个依据《占领法》第十二条，你去做监督。但是行政官员，咱伫顶一节。蔡小姐，蔡依珍小姐，伊拄则讲到国民党的弊病，你就知影，中华民国这个体制下面，包括民进党，我甲总统甲算算的，差不多两个人的业绩。咱等下再来讲国民党甲民进党行政官员，因安怎的，人讲叫做啊。要贪污啦吼，要贪污啦吼，你得爱培养，唔是你要切入去就有法度的啦，迄个核心啦。这是国民党，那拄好贪污抓到，官官相护，迄个证据法度世界拢无代无志。马英九拄只有讲到，蔡玉珍小姐讲到伊的古林卡，其实。伊是正标准的美国的公民，伊总是绿卡甲放掉，伊嘛是公民。你敢会当发觉到一个民选的总统，伫这个抗战内面做总统做到安尼这个时，你有去体会到政治背后的意涵？敢若咱民政府常咧讲的国民党要走路啊，迄个你甲连接看会起来未？你慢慢来甲想，一个经过民意投票出来的总统，伊听而不甩你民意，尤其是最近，伫去年到今年，马英九上大的一个特色，伊是讲你为什么不早讲？哇，记者嘛要甲问，发生代志伊看看，伊讲我来了啊。八八水灾嘛，我现在不是来了吗？
伊其实无要伊台湾的这个政绩，伊个要伊的是因老爸要死的交代啦，化毒箭头，中国人思思念念拢未记伊是中国人。就介少来伫台湾照住，要离开了后，啊，拄到罕见的爆发，按个老来靠去东京。啊，一个国民党，咱细汉敢若蒋总统什么人，咱嘛唔知啦。即卖少年的连蒋介石伊嘛唔知啦。国民党的文化，去到一个所在，统治一个所在，咱比如讲伫对一关，高雄关，咱做高雄关来比咧。黑派、白派、安派，伊甲你分化。安派，你选农会，规个农会系统给你；白派，你是什么款的人民团体？啊，伊这派掌握执政权，伊是掌握议会。多三派吼，轮流来管理，轮流来贪污，轮流来分赃。只要你莫甲我这个政权淹落，安尼就好啊！国民党从来统治以来，为中央到地方拢是如此。你甲回想，立法院一官等于部长，立法院一办公室的主任，伊就发到指挥，伊就发到指示部长啊。这是咱台湾中华民国。伊迄个体制下面，人讲不像样的政治体态，民进党有人讲，民进党有40%的民意，伫脸书上伫咧剪，我搁在丁宁这边，我昨甲召开啊。台南市的各台有一个电台的召开啊，我甲伊在讲着这个问题。伊讲40%的民意是要安怎互恁台民政府来执政？这个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我拄只甲秘书长在讨论这个问题。40%的民意，唔是你民进党本来有诶。是台湾人讨厌、反对，是你国民党腐败、贪污所支持你的民意啊！当当有一天，你民进党甲国民党结合做伙的时阵，你就是中国人，你已经袂记你是在野，你贪污恶了有够成。但是佮含慢切嘴，咁着做个总统啊，用汤匙夹来，安尼你还要落去？安尼你还管管佮是东京？啊，因迄边个做县长、行政院个秘书长，去你佮副总统，安尼拢会无代志？但拄啊，迄个蔡春伫只讲遮有无？最近远雄集团打绑出3000万高保，有无？迄起诉书内面会当甲你自由心证写甲你十恶不赦，会当甲你写甲你无代志，而做误触误犯，这就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啦。这个法律的下面，你要来做官，你甲我讲，你要来做官，你要来为民服务，你要来做担当。马英九伫两三年前，咱个中区个宣导团个团长去抗议火力大拿火力发电厂，佮抗议国光石化工业，即个我有呾在场。国光石化工业是高雄炼油厂要结束，要徙去大城、台西沿海。上中下游垂直整合，一个大个大型的工厂，等于六轻啦，卖了六轻，一个政策啦。我即摆咧讲行政官员伊的责任、伊政策甲担当伫对。马英九
伊委托中油公司已经做环境评估啊，迄、那个海要囤偌济物件，囤偌过偌济都够少，要囤偌大，即、這个沿海出去要阁做一条堤岸，要偌长，要过了后风浪几级风，你甲袂影响到地上的建筑物，拢总评估了啊。安尼开偌济？开4亿，4亿开了啊，应该是讲，是讲这个工厂应该会起啊。结果，你有看到咱环保团体串联起来抗议，讲了这白海豚有无？讲台西大城沿海的白海豚，底下的栖息。会影响啊！白鲨鱼啊，讲白海豚的转弯都还有咩？迄件代志有印象无？有哈？安尼马英九伫顶一暝伫总统府召集中国石油公司的董事长，召集经济部长，召集到国运会啊，这个啊做啊执行长，伊讲明仔载国光石化工业绝对乎恁环境。环境影响评估会乎你过，安尼，前一暝拢讲好啊，结果隔天无过，啥也无过。你若徛伫环保的角度来讲，正确，因为迄个是啊，生态影响到台湾的环保，来环保角度是正确，若是无过另外一个角度。你要给他解读，他要给轻油力解手，那是大陆，有吗？炼油厂在明年底要关厂，那么台湾的石化业是进口轻油来力解乙烯、丙烯、丁二烯和芳香烃啊。伊这个一定要有一个中油，就是讲伊这个原料爱给中油来制作了和下游。迄、那个产生着塑胶料啊，产生着什么物件？迄、那个叫做上中下游垂直整合。即卖台塑今年乙烯的产量是120万吨，炼油厂、高雄厂迄个五轻，明年要停的是45万吨，林鸿三轻取代六轻，迄个是60万吨。换一句话讲啊，中油公司要阁输一间台塑。即卖中油公司可能要结束，啊！但轻油力解厂、你炼油厂、关厂、大厦、林务、工业区，遐一定要对煞。陈友豪七轻伫台湾未做着，因为嘛是行政官员的特长，伊煞会伫啊漳州，而且咧叫做对。迄、那个所在，即卖咱即个国光石化袂当去，所以伫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的人环保有哪抗议，即卖要所以福建，所以为一个主脑者的政策，会当看伊是毋是有心要来留在台湾。咱咧讲行政官员上悬的叫做行政院长，对不对？但是行政院长是先派，啊，变啊就任会当换三任至四任。这个行政院长其实上也是听总统的指挥。这台湾这个体制，较美国、较日本先进的国家。完全拢是怪胎，这个体制叫做怪胎。咱看讲国民党一个重大政策，伊会先放一个方向球哩，试探民意啊。伊无颠倒转来讲，我先规划，先疏通民意。咱单独啊咧讲行政官员的担当，行政官员的义务。义务就是责任，担当就是你的执行力。你应该是爱
问看民意，才来做安尼可以无？先做啊，做说明会，说明会来使有算沟通了后，才来执行，偏执行。安尼颠倒老做，伊毋是，伊钱骗落啊！迄、那个国公石化，敢若一个啊，环境影响评估，叫人去测迄个海底流向，叫水的流向啦。开始，迄、那个工程偌大，大甲业者毋敢做。日本敢若是成田机场，伊个嘛是填沙填海。迄、那个捌小可起啊，迄、那个技术啊，起过，起过就是讲，迄个水平无法度停飞机，因重新搁停用。伫大城沿海离海岸800公尺，要来做这个物件，迄、那个技术，卖讲台湾人无法度做了，敢那迄个经费会吞落会惊死人，所以。为重大的政策，会当看出中华民国，无论是对一党执政，同一样，这个行政官员，伊的担当伫底，啊，伊的责任伫底，无。咱讲要做一个行政官员，你要有苦民所苦啊，民之所欲啊，常在我心啊，哇，何大辉啊，常在讲的。大家人拢做我讲，讲到天花乱坠，但是来要执行，拢是互相暗砍，互相配合，到尾啊，民死。台湾就着国民党来统治到这当今，总是经过阿扁啊8年执政，台湾依然伫政治炼狱中。可怜的台湾人，咱敢要搁再学这个行政官员的担当？来讲民进党，有人伫议会问阿局啊，伊讲台湾是地名或者是国名？阿局阿咧应，你看对唔对？阿局阿讲是地名，煞来讲嘛是国名。安尼咁着，议会是真正安尼个用。即摆问副市长，市长嘛讲，啊，单独啊市长答安尼，我的答案嘛是安尼。我台湾是一个，我拄从伫民进党内面，啊，佮来接受到即个法律这段时间哦，我甲你讲吼，我真正想袂出台湾到底即个出身地位。是大某细啊，细也细，还是小三，还是小四，还是复杂，想不出来了，有可能无？美国，你敢咧模糊？美国，你敢咧应付？日本，伊对咱有感情、有义务、有主权的啊利害关系，但是日本天皇一个战败，迄个麦克阿瑟将军。该说偏了，日本唔敢讲。啊，就卖要靠谁？靠咱台湾民政府找到这条活路，就是靠你我大家人来讲出，大声讲出来。咱民政府的担当的官员，咱讲官员是较好听啦，那外口是无咧敢声音啦。伊讲你在纸上作业啦。我有一天的升迁，咱应该要大声来主张，咱的伫建政署伫台湾啊，这个新台湾内面有讲，讲咱伫美国有一个咨询小组，咱要甲美国人提供，讲你爱来执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你爱来扶持阮的民政府来成长，这是你的权利甲你的义务啊，你来使放台湾，敢那残像无人个。你卖阮武器，奉高烧家，你玩两手策略，一个是政治台湾，一个是法律台湾。
你爱欢喜安怎，就爱欢喜安怎。不是，美国的国务院当期嘛是甲国民党有交接的，敢毋是安尼？我捌讲过嘛，中油公司买石油拢有正式的回扣，公开啊，一桶偌济，伊的回扣偌济，公开。迄、那个钱是接回，因为到总统府咧用。国民党的时代安尼，民进党的时代嘛是安尼。这条钱要创啥？这条钱是在拍通美国国务院参众议员在用的。有一天，一个新的总经理上台，迄、那个升官啦，中油啦，我咧讲中油，我已经做大啦，总经理坐啦，中油啦。我去美国视察，伊讲奇怪，啊，阮这条回扣起来吃，啊，恁哪拢无互阮知安尼啦吼？袂使袂使，只要搞成安尼。迄个迄个外国，咱驻伫美国的代表安尼指挥当指挥使了。迄个官就是足低的对，但是迄是有任务了。这个甲讲，你是要去做总经理袂嘛？嗯，伊讲我总经理迄钱，我唔免甲你问。啊！伊是真正唔知啊，多打酒金了。伊讲你要回去报告可以，你回去报告看看啊。这个总经理一个转来到台湾尔，人顶头就甲讲啊，讲你英语叫你哈 sharp， 讲叫你吼点点。啊，尾后就知啊，这钱是在用啥啊？合理合法在用就对了。啊啦，台电呢？台电的买拖吼，你若买一栋吼，300块的美金吼，私下买就有啊，伊会当买到600，啊会当一个签的签20年，拢无落价。啊，这个钱呢，三栋得分，所以你台电你回头甲看，伊若要起价，差一个尔，也是同款起价。哎，这报纸拢有啊，这不是我讲的尔。啊，内部消息是安尼哦，内部消息真正是安尼哦。啊，台湾人有可能无？你讲要选举，咱民政府若了解这个内部，你是要安怎去选举啊？选举等于承认中华民国的体制嘛，承认伊是中国人安尼尔嘛，咱台湾人的可怜就是安尼嘛。各位。台湾的行政官员的这个法律方式以外，因也无奈，阿变哪？那变哪做？其实，还未发觉这个法律以前，我是主张革命啊！我不改骗的，我伫民国1974年，偌久？41年前。41年前，我高中二年，我就去大海报抗议国民党啊！高中二年啊，伫喺警察局过暝，做六份笔录，迄种有金笔总部。迄当时会发觉讲，国民掌握一切资源来欺负咱善良的百姓，安尼抗议了后做笔录，啊，大学考试迄科警官吼。讲有记录，讲袂使考着警官，也袂使考，袂使读安尼。哎，我是去陪人考的，我嘛袂瘾做你的警官。啊，陪人考的尔，系真个啊。啊，伊就讲袂使，啊袂使，必修过了袂使，袂使就煞。我是说叛逆啦，吼，叛逆。我是讲，即、這个看到人可怜，或者是讲有弱势的人，咱就爱共支援安尼。我的个性是安尼。民进党内面啊，若要讲行政官员。上清廉、操守上好的，什么人？水，安尼是真正死了记得，对不对？陈定南的操守甲清廉，我甲你解说一下。伊伫尾仔任的县长的时代，拄啊拄着六轻，有印象无？甲王永庆咧辩论，我有带五台游览车去甲支援，我落因的33乡电机台、33乡电演讲。我吃菜啊，三暝三日吃番麦粿汤，找无素食啊，装卡，啊配绿豆汤。
我安尼个支援啦，安尼。陈定南哦，你落火落伊个宜兰县坐计程车，你甲探听。伊是认真甲无眠无去吊电梯在遐咧办公，伊在走这条路，伊绝对甲你检查淡仔胶，绝对甲你乌来。伊是真在清廉的人。伊在做法务部长的时候，真可惜，伊应该是做行政院长的。啊，变下动算的时候，第一个优先考虑的是要考虑叫伊做行政院长。但是你也知影，拍江山了吼，拢有一挂人在建言。建言是可能透过查某人啦吼，歹势，我唔是讲查某人唔好。迄查某人人呐，踮秘伫后边吼，要来开后边门的，迄实在是做歹的。所以陈定南说做无得，啊，做伊做法务部长，啊，法务部长呢，马上改革啦。啊，伊个前两任的法务部长是甚物人？马英九，你有印象无？我伫用官的时，马英九做部长。啊，迄家格内面吼，差不多会使讲用乌目石来破吼，爱破十关啊，袂当形容家格的乌啊。你要听无？听看卖啊，好无？家格内面有丁学长甲盖和科长这两个人上大。你若毋是盖和科长的人，你要去伊内面上班咯。我即摆咧讲地无来哦。管理员咯，你若不是伊个人，你要入去同款那个超辛苦。安怎？伊今日载物件入去卖。啊，你若不是伊个人，你要超到呢？啊，你早这要创啥？大家要趁钱啊！安尼就袂使啊，来调个，来好起来。啊，若是伊个人个公开早入去，伊添做个。我伫大寮咧关的时阵，我做好关，因为我做自由自在，啊，唔相信我会甲变。我一边吼，四界咧踅啦。迄当时家己的哪边的庆基安的小琴卢兆勤关伫遐，啊，我去四界运动，我拄去拄到江少啊，伊江少一个地步在顶悬。我是讲，迄个人熟悉，啊，拍一下招呼，啊，好死唔死，都我看到。伫外口，墙啊外吊槟榔起来卖，拄我安尼揪一条绳仔起来，我讲迄啥，讲嘘，槟榔啦，槟榔一包卖偌济？外口卖50，内面卖1000。粉一包卖偌济？卖1000。啊，酒唔免讲啦，逐项都有啦，要啥逐项都有啦。我讲你该死哦，你我看到，明仔载开始吼，自己揢一包槟榔来给我，真正揢来。啊，我无食啊，啊揢薰的来一包，啊我就分互人食。哎呀，关的人可怜啊，这叫做国民党上恶的行政单位的所在，马英九咧做法务部长。那陈定南做法务部长就无同啊！我甲你讲，就硬啊，得管也硬啦，啊，地无也硬。我伫三四个月前，迄个山上，明德外也兼看高雄市的议员甲环保局长，迄个萧如正，有印象无？萧玉正啊，伊讲，啊，你已经七八百已经看过第几遍啊？你袂使看超过啊！我唔安那安尼。啊！我较早伫遮咧看的时候，大家嘛会使来看。伊讲无啊，即马规定爱测验，爱搁靠立法委员敲电话去俾顶个长啦。啊，即马要入味的物件吼，爱甲伊敲到吼，安尼，迄唔知要怎食啦。我甲讲吼，应该敲啊，唔敲啊，不应该咧敲。迄食药啊，你唔着甲集中啊，你用来食。啊山上外啊，咸迄个拢。特别出来啊，或者是政治犯，或者是啊，也毋是十恶不赦的。啊，你遐物件超过安尼，
啊，你肉粽甲白干偌大，啊，是要食？应该严的，无才能严，就讲伊是有伊的职权呐，啊，得用这作威作福。迄个咱的法院，因的法院在判上，我这借势借端有无？有一句形容词，法官真厉害，文书真好，借势借端呐，哈，拢加少伊的权利，会当甲你要甲伊安怎就安怎呢？迄地方官的人吼，我甲伊讲吼。有一半拢是玩弄的。我伫去研究讲，这个人是安怎去互关，你知无？我研究伊的背义啊，背义，鸡皮倒数。我是安怎去互关？啊，你是刑事还是民事？啊，我研究一个结论，你知唔知？我在食饱拢去吹，啊，你是啥物案？啊，当时去吧，啊，啥物案？安尼，我讲，我甲你讲哦。外公，这是真实的代志。我甲小琴讲，你袂死。卢兆群啊，伊判两个死刑，伊拄到两边的敌下，啊，了变无期徒刑，无期徒刑，佮拄到我入去。伊讲啊，无咱来创迄个三分之一的安尼，啊，有好无？关伊六当官了。我讲吼，你爱忏悔啊，你危害地方吼，你进口火军火吼，啊来危害地方，你爱食菜爱忏悔啊。对我吃菜这个行政官员，不管你伫对一个位，其实上你的权力会真大。咱即摆咧讲，民进党内面上清廉的陈定南，第二清廉的什么人？屏东县长周克宏，现任的，但是。伊较无担当，我讲你敢听？伊讲我做县长拢不爱建设，无担当，惊出错。啊，所以伊迄个花苞中心呐、啊，拢互委任一个我的朋友啊，行政中心的主任姓苏啊，叫苏明南。这个苏明南是较早苏贞昌的企业秘书，爱做清廉哦，用公款。坐高铁，迄班车内面坐两个，一个杨秋兴，一个周克宏，一个我，阮拢足熟。安尼，杨秋兴坐啥？坐 VIP， 周克宏坐一般俩。伊用替政府省钱，我讲这达古的事实，你会当去印证。我无唔对，我袂甲你讲。你会当看出来清廉。的多，啊，佮伊担当的多，伫对。秋兴个服务袂歹，但是是安那买啊？凭你国民党，我暂时也问袂出来啦。是安那开？即摆要去凭你国民党？伊甲讲个是讲局啊，佮伊承诺要兑现，但是我咧怀疑后壁有动机。即、這个动机是国民党征调单位上高个迄无有无？是安怎？迄个新北市，迄个咧讲要职工2016，是安怎个？向我等你算。我甲你讲哦，国安局调查局足厉害啦，伊敢那摕资料互你看了，你得爱纠正伊啊，对不对啊？除了讲你拢清清气气，包括恁家的人啊，你无擘到字，你也无擘到色，啊，这种人就什么话拢唔惊啊。啊，你若擘到字，擘到色，一个就要叫你立正的立正，要叫你扫视的扫视。国民党是安尼呢？国民党是这个行政的命令落了后，一个政策落了后，伊若讲你这群的人要来抗议，这群的人要来镇静，一定想一办法威慑、利诱、恐吓，一定安尼。你师傅听，一定经过这听书啦。我甲伊见20年啦。你要葡萄，要控制我这个主张，我这个政策，一定跟你讲卖啦。啊，这偌济给你啦。啊，你若甲客，你就死啊嘛，你就袂使去控制啊嘛，对不对？无就甲你曝光嘛，对吧？第二威胁，恁家的人，伊先甲你讲，你一定去关哦。啊，若无你会安怎哦？啊，你若唔惊呢？有你边仔的人去啊。
你的周遭的亲人，啊，哪个唔惊，叫乌得出来，300%是这个手腕，我经过几啊遍啊，我甲乌得谈判也清出来啊，大家拢知影我的过去无？我为高雄连续为三年1200零2日，即摆在写回忆录。我因为这判五条官司，3年8个月。我经过这个经理单位的威胁，8个经理单位的人24小时甲保护，吼、哦，一支卡门啊，6个伊有代志，有够好。你若要困啊，伊敲电话甲你去讲，你困袂，你茫去赖好心的，我要困啊呢。啊，这迄个网络内面拢有在吹。黑道的，那黑道的基本上是爱啥？爱钱，对吧？可你也不冤仇啊，伊来跟你安怎？绝对爱钱，爱钱就好处理啊，敢不是？咱这个抗议事件是团体，我跟你不冤仇，你牙签要安怎？我牙签，大家买样去啊？哎，真的假的呢？俺唔知真的假。伊也袂遐敢开啦，无遐好当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牙签要安怎？你爱钱，爱钱简单嘛。你要爱什么款的钱，阮设计予你嘛。啊，你摕，这是规个团体的抗议行为，卖有私人的冤仇，你摕。所以是安怎？伫迄个环保的抗争的事件，我都维持3年，大概就是用集体领导。我现在看到在说行政单位的官员的能力跟担当，所以说他知道了，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要做行政官员，你要提早规划啦，不能用国民党过去那套。国民党那套是先宣布我要怎样试水温，否则风向球，然后你看你的反应，有这个抗议的，有丁情的来，啊，各个击破，安尼都啊起落。我咧讲，民进党无担当的，佫第二个甚物人？阿叫啊！我讲伊吼，实在是伊强要甲我骂死啊啦！最近甲因孙仔 FB 嘛，我停下啊。高雄市自从苏南城争取学校用地，你注意听。王玉芬的时代，我讲啦，国民党吼，迄个前瞻性吼，咱会记一句话：中国人讲笑讲日本人讲小眼睛小鼻子有无？啊，因讲我们什么都大，结果你是土地大、贪污大，但是你的规划无够弯大。我讲安尼，你唔知有印象？日本人的规划。咱高雄夜头迄条路遐宽，日本人诶，日本人规划靠将士，咱要去做事。啊，那王玉芬咧规划，职业，即个地要为啥？要为学校边啊议员咧，即条路要破边啊议员咧，啊议员都爱去改有共心诶哦，固定遐诶人甲有哦，即地要重划。要主办中会，啊，遐拢中意的，拢收了安尼。我咧讲无担当，是为贾中鼎做市长，到甲七东金，高雄市合并了后，学校用地，依据土地法92条规定，你要甲征收即块学校地，15年。内面你无去，第15年去，计当地主会当来甲你买回，申请买回，到甲20年，超过20年超过袂使，这个是法令的规定。高雄市、大高雄市内面有偌济，即卖学校内面已经征收了无多起学校的，即卖任务。任务区有9位，9位最近伫顶即个月初，咱的市长
因的市长单局改变作运动公园，安尼有合无？无人抗议。我住的所在是林树的树仔边，遐一块学校地叫做文中十一国中啦，文中嘛，国中第十一号地啦，3.6公顷。苏南城的时代，1978年，1989年征收啦，到这边偌久啊？超过20几年。我甲讲，局长啊，我议会吹啦，我局长啊，这块土地无要做学校啊吼，啊嘛着兴兴阮遐的乡亲时代。伊讲吼，啊，连连厂要刷位啊吼，遐人会足济啦，吼，啊遐吼。应该以后会做老业安尼。我甲讲吼，局长啊，你神车拢无咧用功呢。啊，炼油厂迄个土地已经予咱的环保局列入污染场址控制场址啊，遐15年拢未使起呢。啊，你拢唔知？迄个油啊，炼油厂的油啊，渗透落伫土壤内面啊。遐土壤内面已经经过土地法，15年内面遐拢未使起建筑物啦，地上物啦，安尼遐是免哪个住人？啊，你连你手刷位啊，无人口啊，啊是啥物过来读册？国中、国小2公里以内、2公里以外会当去设一个。啊！你有担当啊？无担当？伊讲啊，这吼再说啦。我讲你再说一个，再说拢20年。啊！这百姓的土地当时征收一平10000几块。啊！你拄好唔用，啊！甲囥在遐，啊！发臭，啊！甲来登革热，啊！甲来规个后下下拢全喷迄个油啊！我讲这叫做德政家。还有担当啊，无担当。行政官员吼，伊若认为无出错，安尼就好啊。咱这个担当其实叫做执行啦，我给佮解读叫执行啦。讲你一定是对民有益的，对百姓好处的，你爱有完整的规划。你除了清廉以外，你爱个中立。你要去专业，行政官员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，要专业啊！你袂使政策的方面来带领着专业的行政官员，就是讲政务官来带事务官啦。那以目前的体制，政务官是随市长落台，事务官是考试专业起来，你的专业一定要有完整。恁有去过高雄市南阿溪建议白云爬起迄个落桥无？有人去过无？要对海科大遐有无？你有发觉迄个落桥要安怎设计去南阿溪？有无？设袂入去，是安怎设袂入去？本来规划了四通八达，会当为南阿溪入去，会当为桥头入去，会当为后硬，会当为地，拢总做好势。是安怎可以变安呢？无着啥，无着选举，吴敦义家己改。啊，这我有去抗议过啊。你说为高速公路扭来避开会使，啊，你即摆若为嘉岗区左营这边要设计去南麻溪，啊，说爱行为彭康遐过安呢？啊，这叫做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。咱已经日本到日本外久啊，100几年咧。啊，你这个规划，啊，还搁伫遮咧通知。啊，咱是不是早时去落离开啊？但是，咱要甲演落吼，我看那去选举吼，
阮托伊个。我拄只甲秘书长报告讲吼，那以我个看法啦吼，我即摆要讲互你参考啦，恁爱欢喜一下啦。我依到依据我研究易经的这个看法啦吼，今年轮上到吼，甲五年吼，这个你参考一下吼，应该相当的准啦。甲五年第二个到轮上到，迄个叫做甲月。甲海月款吼，七八九，甲属月啦，甲属月轮上到。啊，这要代表什么意涵？拄好新历个十二月初，中旬以前第二个轮，轮啊，第二个九月。哎，中国人诶，这个农民历，农民历吼，有伊个二十四节气的准度，吼。这个是伊的准度有够。我甲讲两个讲法，迄个太阳化机啊，代表官官呐，官官就是代表执政党，执政党去拄着歹会安怎？我讲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，那是选举，有选咯，国民党。为台北头摆到台湾尾，为台湾头摆到台湾尾，所有刮风的物件拢总变过。第二，那是无选，那是无选，伊共阮落台就是咱起来啦，各位啊，啊有影，啊我是尽量卖选啦，吼、哦。那卖算吼，直接安尼好安尼，咱拄好吼安尼，赶紧的你落来，紧落来啦，撩腿甲你摆好伫啊，你一步啊一步啊落来，袂摔落啦，敢是安尼？恁唔知有啥物宗教信仰啦吼？有无拢袂要紧啦吼？信基督耶稣啦，信道教佛教拢好啦，你爱记一点啦。众生拢平等了，但是要改变一个体制，要改变一个国家，要改变一个团体社会，无限得简单。你啊，读中国历史，五十年一盛世，五十年一乱，有无？拢到甲民不聊生的时阵，迄、那个珍珠落降，安尼来变过，有无？你无食饭，咱就食饭上大。啊，我无食饭，我阁会当用阮哩啥？对不对？我食袂饱，我当然甲你拼嘛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暂时敢有够行到迄个坎站，得要到。好起来，财团安怎白纸，安怎移转去外国？暂时拢差不多，拢清清楚楚。美国嘛有甲恁交代。唔是四十万换一块呢，有迄个作要求过嘞吼，迄种爱一千二万换一块呢，你莫笑呢，拄啊好呢，你用物质基数甲算看卖啊，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，蒋介石用一块换咱四万，你迄当时甲算看卖啊，千二万甲你换一块拄啊好呢，哎，作要求的啦，那差不多是输咱的血吼，血咱的骨的血啦。还是拄啊好呢，好野山风水轮流转呐、啊，咱是不是有福报的人啊？好、哦，咱的电在来啊吼，安尼休十分钟好不好？讲到长好势，你来休困一下，等下继续吼。哦